这样，那队友呢？全军出击！这李荣浩这第一首我听的歌就是李白。如果我不选李白，我要从头再来。我的枷锁是我自己选的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小心点，总是没错的。走，马上升二啊，往前走来。杀 ADC， 兄弟，这是因为啥呀？我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。啊，这是因为啥呀？这。俩一级打俩二级，然后没打死，没打过。你没法毁掉一个破碎的灵魂。不应该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他妈给我死！咋的？你要跟我打一架呀？坠落只是一眨眼的事，你该知道。赶紧帮他把线推了，刚才这地沟油甩的不好。回家了，暂停学表情，面目狰狞。小黄毛应该不用我套盾。你先交易，你就不交易，你就等着机器人交扣你再交易，就不交，知道吧？就不交。退线。哦，来人了！哎呦，天哪！闪现 A 死机器人啊！对面这瞎子行啊，五分钟还有双 buff 呢。玩个下路怎么老打麻将呢？你的来呀、啊！要杀我！
重，能来点伤害不？有没有虚虚啊？干哈呀这机器人啊，找死是吧？啊，你给我打死他。叮，给我扛一下呀，我他妈真是，我就是，哎呀，我真是，哎呀，我操了。行兄弟，你从今以后啊，你死不死你别找我，我不管，你爱死不死，这盾我不再给你套的，你放心吧，这个盾我就自己套了，从今以后。死不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不管。我发现这近打人好疼啊，这英雄没蓝了，不行，哎，我就不给你打，我就不给你打，哎，我就他妈不给你打，你爱死不死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你别找我，你自己挨人勾了，你就死去吧你。我要你不给我扛塔，这就好像啊，你冒着生命危险啊，去救一条小狗，但是这个小狗醒过来以后咬了你一口。我的残缺，农夫与蛇的故事，他就是那条蛇。咱也不说我害你吧，你自生自灭好吧。这进无尽了，俺俩能杀这老头不？该。一个 EZ 能让人机器人给勾，兄弟，我都不知道咋勾的。啊，你铁男的，你。
哎呦我天哪，兄弟，那两个人在塔下，你看见针眼儿又能咋的？你说你猜什么针眼儿呢？我的天哪！没一个像人的，我天哪！我太难了。像点人吧，可像点人吧，啊？那时间刺客呢？我的翅膀哎呀，这打把辅助是真不容易。哎呀，这补刀给你补的。我们中单吧。我们中单吧，要不老头你还别说，还挺骚。回家了，650。我再把来个西地海吧，20、30、40，正好。那时间刺客打半截烙不动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你，玩儿呢？干啥呢？你说呀？那怎么能打一半还不动了呢？不应该呀。算了，我们撤吧。哎，这波勾引一下瞎子，让瞎子踢我。赶紧让我套个盾，行不行？回家，我们出那啥，出个沙漏子。这不是第一部低端角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说一个班级，对不对？一个学校吧，那你一个学校就，虽然说他们学习不好，知道吧？但最起码他们不都是傻子吧？他们应该是正常人吧？最基础的吃饭睡觉，他们总会吧，对不对？
你再差的学校，他人儿他也是正常点的，对不对？可能这个学习成绩不太理想。好久没吃过这个工资庄给的钱了，好想吃个钱呢。哎，兄弟，这大招为什么没开？I'm sorry， 咪膨胀了。我居然想着跟这个艾克去杀一个剑尖跟蛤子，抠一下。刚才全是小兵，抠不到人啊，咋抠啊？咪膨胀了。他过去为什么不给 E？ 问的好，没套上。一个侧翻跑了，跑的有点远。哎呀，我跟谁呢？你说，你现在我这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该跟谁，这是挺难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人跟了。一个字儿，跑！啊！还有，你能死就死，死不了就拉倒了，不管。哎！哎！不管。我们千万别上当啊，保留自己的 KDA。 千万别上当。我还有什么 KDA？ 我七个助攻呢，我 KDA 咋的了？他们能打就打，打不了就拉倒。我们就负责抠一抠，套套盾，撇一撇地沟油，上前面大柱跳，摁个沙漏，再其他的不管。大龙拿不拿？大龙拿不拿？叮！这机器人要单杀我呀！铁男跑去上路推塔去了。
人才呀，老弟呀、啊！你的脑回路永远是让我这么惊艳的。给我发个信号，他妈人家就拆针眼去了。俺们家给对面团灭，人家就推上塔去了，回家了。你的脑回路永远是让我这么惊艳的，兄弟。90块拿下。保盖伦吧，那盖伦天赋是错的。盖伦死的惨了，太惨了，我要写个惨字。太惨了，我要写个惨字。咱们就杀这剑精得了，大龙不要了。你打野都不要龙，俺们下路要什么龙呢？中。打野都不想要龙，我们要啥龙啊？你说是不是？盖伦复活了，传送了。行，那我们过来一波，体验盖伦轮凶啊。伦兄想下去了，上吧盖伦，死了。我才不进去，你爱死不死，我才不进去放大呢。打不死，溜了。我的平 A 还不足以能击杀得掉这个瞎子。大都不放，我刚没蓝吧？我刚那蓝够他放大的吗？如果我的蓝是够放大的，那么这波是我们傻逼了。你看我居然有大招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咦，我居然有大，没蓝吧？那要么就是没蓝。这盾实在是给你套不上了，实在是套不上啊！嘟嘟，抠一下，地沟油。叮，兜，别炸我，好吧，别炸我。哎。
大的瞎的没掉血。哎呀！